情还洒泪，如更三月断人云难。陶自暗笑云，今晚清啊圆空啊响阵，未许桃源近。小姐是假奉虚王，但是你都替我安慰兔阿爹，真令我五中命感了。李公子，你待我恩深似海，但是环境上未许我以身报恩。无相干，劝阿娇又阿在被受困，待浪把向一见朋，上会炸上餐，轻轻为放心，只因欺骗堂前并老人。又何必介意呢？年纪，奴自甘心痛恨，恨连公子纵花偏偏恨。累到你咁样，我真系对你唔住啦，李公子。你保重啦、啊。幽能伤人无福，你愁话怨恨，春你小且强盗，排愁莫再贫。Thank you.
少爷加多个千金啊！啊，哎呀，佢花开结子，使我失了三魂啊！啊！无可奈入新房，向袁姬一问啊！若问谁是小孩之父，是边个？吓，你讲呢？就是你可谓温氏娘亲，是温章的。佢为救我而杀人，所以我买咗间雪院楼，得3000两银嚟救佢嘅。咁你既然有温章，你又答应你阿爹咁做呢？阿爹翻嚟话温章已经死咗，同时我为报你嘅大恩，我只有答应阿爹嘅。啊，唔怪得佢咁嬲咁走咗啦。系啦，袁基。咁你快啲要见佢先得啦，唔系佢又误会噶啦。唔怕嘅，我已经叫阿陆桥翻去向佢解释噶啦。唔得嘅，因为我知道佢个人系好粗暴嘅，而且我同佢系多年好朋友，我好应该亲身送你翻去，等你同佢团聚嘅。难得你帮咸开亮。有今生啫，边算有来世啊？我为人为到底，待我挑灯送玉人啊！